主管，我们想听您唱的另外一首歌，好吗？刚才您要加唱那首歌。好，来，你那首歌是弹吉他还是有伴奏啊？有伴奏，我最近编曲才刚拿到。好，那这首歌曲呢，叫做《想写一首歌》。好，我们来听一下。嗯，谢谢。OK。写一首歌，感觉好轻飘飘的，像是踮一踮脚尖就能飞起来的。写出一个城市，用棉花糖盖成的。哦，没有了规矩，没有了乌烟瘴气，昼夜的线路顺序都听我指令，而我在这里也能大肆的吃炸鸡。什么声音在我脑里转个转个不停，存住这勇气。究竟谁都不同意，翻呀翻个不停，捕捉了真心。不管你有比你讲道理，但实际根本没在乎你的逻辑，只想写一首歌，写给我自己听。想写一首歌，感觉轻飘飘。好嘞，马老师，身为一个创作才子，我觉得这首甚至更好一点，因为它旋律上很好听。好听，首先就我觉得好听最重要，不比其他的任何方面都重要。作为一个音乐来说，谢谢。所以你很厉害，你知道怎么写好听的。对，但是我可以给你个建议啊，就是你是一招先吃遍天，千万不要听什么别人跟你说朱主爱你这么多年一点都不变。你就要这样，不要变，变了就不是你了，因为你的特色真的很明显，而且也真的值得大家喜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来。